今天我们一大家子啊，要出去吃，看看在我们这个美国小镇子上能吃到什么好吃的。我们五个人啊，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就在等开心爸爸。你去看看爸爸在干嘛，叫爸爸快一点。哎呦，这里蚂蚁是不是？确实好多蚂蚁啊。欣欣，这不都是你叫来的吗？梁姐不是家里最默契的人啊。今天真的好热，是不是？都穿的短袖，一到出门就忘记吃药，或者就忘记上厕所，对吧？哎呀，终于好了，走吧，爸爸准备好了，耶！出发！要等多长时间？奶奶，这是一家意大利餐厅，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是小小乐吗？刚才你们三个去上厕所的时候，我们三个人屁颠屁颠的跟着你们过去，到厕所门口才发现不是去有座位，是你们跑去上厕所了。这一次是真正的有位置坐了，有人带我们去坐了。开心爸爸在给开开心心点单，小维在给奶奶点单，我自己点好我自己的就行。哎，奶奶打游戏打得太矮入迷了。我们这里今天吃的就是意大利餐，意大利面呀什么的。哎，美式的意大利餐，什么到了美国都是美式的。我们菜点完了，奶奶游戏也终于打完了。这个是前菜，也不知道奶奶吃不吃得惯这样子的汤。上错啦，上错啦，奶奶的是番茄的对吧？汤，面包真好吃，软乎乎的。奶奶吃得惯吗？好不好吃啊？好，感觉好像不是很喜欢。没事，那咱们下次不来这家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沙拉、汤、面包就是我今天吃的了。这个是虾的意大利面。这个是开心爸点的，有蔬菜、有鸡肉，还有厚厚的奶油芝士。菜都上齐了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顿午餐，好丰盛。我们很少吃意大利餐，开开心心来意大利餐厅吃的还是美国餐。看开心爸这造型。看我们的一个战果，这么看来就是下一次我们就不来意大利餐厅了啊，因为剩的比较多，小孩子不管他。看开心爸爸、奶奶和小维的面都没吃完，我是不喜欢吃意大利面的，全军覆没呀，没有一个人吃完了，都没有打包的欲望。开心爸爸的打包吧，啊，我估计是奶奶来美国这么长时间，在外面吃的最不吃的不下去的一顿了。剩那么多还，其实 Olive Garden 是一家在美国本地比较火的这个意大利餐厅，而且评分也挺高的，很多人都很喜欢。但是我们一家可能就不是很喜欢吃这种奶奶的芝士。小维这次体验到了，对不对？是一个好朋友给你推荐的，对吧？体验了，因为小维马上就要回国了，所以没吃过，所以就带他来吃一下。Applebee would be a lot better choice. She had Applebee before. I like it. 你吃的是鸡块，哪里都有鸡块吃啊。因为呢，我想带小维在离开美国之前体验一下不同的餐厅，问他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，有没有什么想体验的。结果呢，他就想到了朋友给他推荐过这个餐厅。爸，我们都没有很享受这顿饭，但是我们都吃得很饱，所以我们现在出来逛逛消消食啊，来这儿逛。那这里可以看餐厅，来看啊，下一次我就直接买一张这个卡给你去吃。你看，男孩子总是盯着车这种东西。好了，我知道你圣诞节可以送我什么了。这个再打折15块，那就这个吧。啊，那个就是 unicorn 那个颜色。哎，羊也好，只要不是奶牛就行。哎，看我们一家人消食的办法。棉拖鞋，我的天。Definitely cleaner than this one.这个裤子可不可以呀、啊？哦，它这个，哦，确实哦，不是，它这个会洗松掉的。他们不要买衣服啦，买两条裤子就行。那开开的肚子越来越大了。妈咪，今天加这个，哎，来一包米。Here's
又进这个冰骷髅里面来了，冻死了。看这个里面有多冷啊！冷啊冷啊！拿一盒鸡蛋，这个鸡蛋，检查一下有没有破的。凯凯，你要不下来吧？车里面放不下了。下来吧，凯凯。买40块钱的牛肉，你一来就把车往这一挡，我根本就没法敲。买两盒，要不要吃？要不要吃？要吃咱们就买一个。战斧牛排，选一个最大块的羊肉，选最大块的。看，在这里这些都是大包装，小朋友吃的小熊糖在这里也是大包装。你终于啃下来啦！哎呀，奶奶还抱得动开开的那个小胖子。美国的保健品啊，光是这个样子的货架就要5条。拿一盒坚果。还有什么东西要买的没有？想清楚了没有？今天这么一车啊，我们又花了300。转一圈，吃个午饭，转一圈，一会儿就3点了。行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